佳龙，林佳龙，我觉得他非常适合，对他而言，市政工作驾轻就熟。民进党内谁是台北市长梦幻人选？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点名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，也把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当成备胎，随时都可以当做每一个状况每一个状况的接班。日前，林佳龙在中二选区立委补选成功辅选林静怡，还被总统蔡英文特聘为无任所大使，前途看好。年底会不会在台中或台北投入市长选战？他自己这样回应：“我不是要去再去选之后再去当一次直辖市长，你出师有名。对，所以我讲选举除了为谁而战，也在为何而战。如果为了台湾而战，我即使粉身碎骨，我也是勇往直前。”防疫有功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有机会问鼎台北市长大位。前年和台语金曲歌后詹雅文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，人气很旺。不过疫情还没结束，陈时中可能出马吗？这段时间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控制之下，是完全不考虑这样的事情。呼声很高的除了林佳龙、吴怡农、陈时中，还有前副总统陈建仁。民进党提名作业由选队会办理，必要时会成立征询或协调小组。不过因为疫情变化，选举作业农历春节后启动才会有答案。华视新闻张胜宏、张俊慧台北报道。